接下来请收看彼岸慈航2014缅甸红发行。哎，到了喜欢你叔叔上尊塔奉毗沙师毗沙师毗沙师三摩地利梭哈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啊。行事警钟声声悠远，上天下地救患神秘。继阿难达赴死后，双轮马车等在尘沙翻扬的平原上，为佛行之旅轻车代步。马蹄达达，扬尘一道，老树弯腰，细数五斤。安排的，看一下好吗？到时候你们是开到别的地方会。坐好了。一目蓝天，白云翩翩，砖红色尖塔上高高的黑瓦斗笠，辽布蒲甘平原的尖塔，由此高拱门墙内，佛住人心的历历庄严。哎，到了。第三名师傅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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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达瓦木塔前，导游讲述建塔的传说，一段平民琴师与贵族公主的风华雪月。让我简略的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只是传说中曾经有一位国王，因为以前的国王他们要听那个就是娱乐，不像我们现在有 CD 什么机器，没有，要请琴师来帮他就是做琴奏乐，然后让他听音乐，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娱乐的。可是那个这个琴师呢，在这个宫中就是天几乎经常给他做琴演奏音乐的时候，那他那个副国王的那个公主啊，就是女儿啊，就是公主，她就跟这个琴师呢发生了感情，日久生情。生情之后呢，他那个国王的公主啊，就跟这个琴师私奔了。私奔了，国王是看到，是尽量的，因为他
不是门当户对的，他是一个是公主，一个是琴师，所以呢，国王是尽量的制止说不可以这样跟这个琴师跑啊。怎么劝阻不了的情况之下，最后他就狠下心不把他的亲生女儿就公主跟这个琴师一起，就把他们关在里面，然后就是外面建一个造一个塔，他们就让他们就是在里面关在里面，他们就没有办法吃东西，就会饿死掉，就是这样把他们封掉。后来有人传说，没走到这边会有琴声，好像他的那个阴魂还在，他的琴声会在这边。晚上时间在听到琴声啊，大家就会毛骨悚然，就不敢来这。晚上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手持清香，普皆供养，慈悲回向有情众生。法师领众供养，普施甘露法语，更不忘成佛慈力，为诸有情点石迷津，解诸情苦。好，来，我们要大家点个香，为全世界为爱情而死的男女啊，各位啊，革命烈士前仆后继都是为了爱情，所以所有的痛苦来自于执着的爱情，祈求三宝加持。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说，有爱生忧虑，有爱生恐怖，无所爱乐，何忧何怖。国王爱女儿，女儿爱别人，但是无论如何感情啊，就会互相的痛苦执着伤害。所以啊，念一下，爱河千尺浪，爱河千尺浪，苦海万重波，苦海万重波，苦海无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回头是岸。各位下回失恋了，赶快来蒲甘了，就看着佛塔就好了啊，连佛塔都会啊变化无常啊，世间的爱情、亲情、感情，那么执着就会痛苦啊，放下就快乐。所以我们也来修这个功德，回向为情所苦的一切众生啊，特别是孤独鬼、男女恶鬼，来，嗡啊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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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山多塔相传于11世纪的阿努律陀国王所建立，中型塔顶在清朗的空云下格外宁静庄严。沿着中央的塔楼可以登上一层层的高楼平台。回去给我两个头。欢迎各位不断的关心收看生命电视台。目前中华护生协会在台湾地区已经养了300多条的牛，将近2000头的羊，还有几百头的猪。各位，够慈悲吧？够伟大吧？我们赞叹这些菩萨的帮忙。但是呢，海涛在这边更要恳求各位继续帮忙。为什么？这些牛羊猪的照顾、开销、吃的非常的庞大，但是非常的值得。我听说不施食物、不施药物，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所以愿各位不断的护持中华护生协会，来买更多的饲料、医药，照顾这些牛羊猪。阿弥陀佛。慈悲喜舍的捐地护持，让自由的呼喊结合大众之力，落实为生命的保护站。欢迎护持中华护生协会救护动物、推广吃素的行动，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
4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高台望远，云天之外，美景尽收眼底。坐落于草原上的大小塔寺，此起彼落，放眼望去，仿佛一盘千年不尽的棋局。塔寺的楼台上，戏照美景回应中，法师以慈悲音声领众诵经持咒，结印祝祷。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我们到如此高塔来，就要看夕阳。我想看外界的夕阳，目的要找到自心的太阳佛性。爬到佛塔就像走入佛陀的心一样，所以佛陀的心是菩提心，但是菩提心必须有一步一步下士道、解脱道、发菩提心、菩萨道，最后成佛。所以我想在最看起来落后的地方，却有人间最重要的佛塔。所以我想世间人都在追求洋楼大厦、金钱，那我想到缅甸来才会知道，世间一切只是一个暂时的，不值得执着的，最重要的是成佛佛塔。所以愿大家都看到这个真相，外表是暂时的，金钱、感情、寿命、地位都是暂时的，所以我想能够找到永恒的生命，找到菩提心。所以经典说如实知自心，很了解自己，原来我们跟诸佛菩萨无有差别，皆具佛性，所以我们要开发佛性。但是要开发佛性，不能离开受苦的众生，要从受苦的众生身上去现出大悲心，帮助他们。那为了帮助他们追求成佛之道，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懂得拜佛的人，更要懂得尊重生命。所以把所有的生命都当作心中的佛塔，这就是拜佛最高的阶段。哪怕是一只蟑螂、蚂蚁，一个伤害你的人，对你来讲都是心中的如意宝，心中的佛塔，这样去尊敬他，这是最圆满的。请问我们大家佛性有没有带来啊？我们以后会不会成佛啊？我们成佛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开智慧啊？那障碍我们开智慧的就是无知的，就是无明的障碍，还有所知的障碍所以要把我们这个无所了知真相的对真理不明白的这种愚昧要把它破除还要把那个执着要破除。这两种里面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会无明，我执，由着我这个坐标点，你就看不清世界了。所以当我们的佛性能从这个我执的牢笼里面超出来的时候，就超三界，就是从我里面超出来。我能超出来的，像阿罗汉就超出三界了。那阿罗汉超出什么呢？就破了我执，他就证阿罗汉了。其实就是这个我就是我们的三界的一个牢狱。所以这个最大的障碍，破这个我无明烦恼，然后我这个脱出来之后，再由知见
啊，这个所知障，所知障再破出来，叫尘沙无明。啊，那怎么破呢？这两天我们师父每到一处地方，都替我们啊向善知这么请示。啊，这个缅甸这个地方啊，啊，近千年以来啊，都是这个小乘佛教啊，在全世界是最兴盛的地方。他们行之有效的这种修行方法啊，怎么样观无我啊，怎么样把我这个出众的烦恼降服下来啊？因为佛陀说，生命在呼吸间，所以就从呼吸入手，一出一入啊啊，所以在就是包括在金刚乘里也有这样的修法，说这个身体啊像一个气囊一样，就像一个风箱啊，风囊啊，像西藏人呢、啊、点火都拿那个皮囊啊呼哧呼哧呼哧吸，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一出一入就像一个皮囊。哎，这时候就很简单，哎，生命就在呼吸间，你就看出这个，如果这个一气不来变成后四，你再多的金山银山都跟你没关系。所以啊，在这个呼吸间就会放下一切，把一切放下，一切放下这个过程当中，贪嗔痴降服了，这个七情六欲也平静下来了。所以当我们这些分别降低的时候，就阴阳就平衡了，阴阳平衡了就陶然自得啊，因为人生命是很快乐的，这种快乐是不依仗外在的东西，生命自身的存在，自身的佛性的存在，这个就是大乐啊。所以我们念的那个啊，大自在祈祷第一句是大乐自然自在宫殿中啊，也是就是这种乐是本具的，是无虚伪的，不假外求的，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佛国都叫极乐世界啊，这种乐不是哦，因为黄金为地觉得很快乐啊，七宝楼阁觉得很快乐，不是外在的感官的刺激，不是欲望的满足的快乐，而是一种恰恰离欲清净的快乐。日暮渐薄，不远处的瑞西供佛塔则上演另一幕金碧辉煌。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坐落于台南市归仁区，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风景秀丽，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以及171头猪。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两者虽属不同物种，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稍稍接近围栏，狗儿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展现出活泼的天性。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显得有些退却，羞涩地蜷缩在角落，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使人发起怜悯之心。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以及健康的躯体，并恢复与人亲近。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舔手回应。而在另一边，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驱走不少暑气。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轩轾，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享受着午后的微风；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令人深深感受到，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话拨账号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种胡麻籽。从前有一个年轻人，独自一人生活在山间的小屋里，他做事总是想当然，自以为是，不虚心向长辈求教，所以经常会闹出笑话。他有一个嗜好，特别喜欢吃胡麻籽。什么是胡麻籽呢？其实就是亚麻这种作物的种子。这天他又在吃胡麻籽了。睡。怎么这么苦还这么涩？要是把它炸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呢。
这次就不一样了，又香又脆。要是把这个好吃的胡麻籽种到田里去，那不就可以长出好吃的胡麻籽来了吗？第二天，年轻人真的准备了一大袋炸过的胡麻籽去田里播种。在路上，他又遇见了好心的老农夫。年轻人，马上就要到秋天了，这个时节你还要去田里种什么东西啊？这位老伯，我是要去种炸过的胡麻籽。什么？炸过的胡麻籽？是啊，炸过的胡麻籽又香又脆，种到田里去，这样就有更多好吃的胡麻籽，那该多好啊！还没等老农夫开口，年轻人就已经急急忙忙地下田去了。于是，这个人开始了他大胆的实验。年轻人每天都到田垄上查看他种下的胡麻籽，但是一个芽儿也没看见。年轻人要么走来走去，要么跺脚，十分焦急。于是年轻人决定下到田里把胡麻籽刨出来。怎么会这样呢？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胡麻籽都长不出来呢？你用炸过的种子来播种，当然永远长不出胡麻籽了。啊？你不能自以为可以就破坏了植物生长的规律，这样岂不是拔苗助长，得不偿失吗？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不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不管如何辛勤努力，也是难以开花结果。